丫头诸生王文，东昌人，少成都，博鸟于楚，过六合，修于女舍，闲不门外，玉里七兆斗楼，大家也，差数年不归，见王相知甚欢，便刀临存，至其所，有美人坐室中，恶怪却不，赵一之，又隔窗呼呢子去，王乃入，赵据酒馔，话温良，王问，此何处所？答云，此是小勾栏，余因酒客，帐假床寝，话间，呢子频来出入，王局促不安，离席告别，赵强桌另坐。见一少女金门外过，望见王秋波平谷，眉目含情，一度闲暖，时神显也。王素方直，至此惘然若失，便问历者何人？赵曰：此老次女，小字丫头，年十四矣，缠同着驴以重金带闹，女之不愿，至母边处，女以耻之哀勉，今上待聘耳。王闻言俯首，默然之坐，抽印膝拐。赵喜之曰：君倘垂意，当作病府。王无然曰：此念所不敢存，然日相系，绝不言取。赵又细请之。王曰：哪一己所感佩，囊色奈何？赵之女性激烈，必当不远，故许以十金为助。王拜谢屈出，庆资而止。的武术强赵之傲，敖国少之。丫头言于母曰：母日则我不做钱数字，金钱的如母所愿，我初学做人，暴怒幼日，勿以区区放却财神去。导引女性告之，但得远从，即甚欢喜，遂诺之，使必邀王郎。赵南中悔，家经父老。王与女宽爱甚至，即谓王曰：妾烟花下流，不堪匹敌，既蒙前犬，亦及至重，君轻忙薄此一消欢，明日如何？王泫然悲梗。女曰：勿悲，妾为风尘，实非所愿，故外有敦独可托如君者，请以消顿。王喜，俱起，女亦起，听乔鼓以三下矣。女即一男装，草草携出，叩主人扉。王故从双位，托以及物，命仆并发，女以服系仆鼓并于耳上，纵佩疾驰，目不容起。耳后但闻风鸣，平鸣至汉江口，睡屋而止。王惊其意，女曰：言之，得无惧乎？妾非人，胡尔母贪淫，日遭虐狱，心所寄闷，今幸脱苦海，百里外，即非所知，可幸无恙。王略无一二，从容曰：是对芙蓉，家徒四壁，实难自慰，恐中见气质。女曰：何为此虑？今时或皆客居，三数口，淡泊亦可自己，可欲驴子做资本。王如言，即门前设小肆，王与仆人共同操作，卖酒贩将其中，女作披肩，赐荷囊，日获盈余，饮膳甚优，今年余渐能续必老。王自是不着独鼻，但客多而已。女一日悄然呼悲曰：今夜何有难作？奈何？王问之，女曰：母已知妾消息，必见临逼，若前解来，吾无忧，恐母自至耳。夜已央自请曰：不妨，阿姐来矣，居如何？女子抬踏入，女笑逆之。女子慢曰：婢子不休，随人讨你，老母令我复去，即出梭子之女警。女怒曰：从医者的何罪？女子义愤，族女断金，家中必好阶级。女子惧，奔出。女曰：解归，母必自治，大祸不远，可速作计。乃即扮装，将更不圈，倒呼掩入，怒容可掬，曰：我固知婢子无礼，须自来也。女迎跪哀啼，好不言，就发提去。王徘徊创策，棉石都废，即以六合，记得会熟，至在门庭如故，人物已非。问之居人，举不知其所喜，道丧而返。于是表散客女，囊资东归。后数年，由入燕都，过玉英堂，见一儿七八岁，仆人怪似其主，反复凝住之。王问：看儿何说？仆笑以对。王亦笑，细视儿，风度磊落，自念法寺，因其孝己，爱而熟之，结其名，自称王子。王曰：资气之强宝，何至姓氏？
曰：“本是常言，得我时，胸前有字，属山东王文之子。”王而亥曰：“我即王文，吾蝶有子，念必同己姓名者，心切戚，甚爱惜之。”即归，见者不问而知为王生子。子见长，孔武有力，喜天烈，不务生产，乐都好杀。王亦不能钳制之，又自言能见鬼狐，喜不知醒。会里中有害狐者，请自往插之。指则指狐隐处，令数人随指触击之。即闻狐鸣，毛絮交落，自是遂安。由是人亦异之。王一日游失禅，忽遇赵东楼，金袍不整，形色枯暗，今为所来。赵惨然请接，王乃携归，命酒。赵曰：“老的丫头，横尸处略，既悲喜，又欲夺其指，于是死不二，因求治之，生亦难。起诸渠上，王在玉婴堂，想以长成，此君以提也。”王出涕曰：“天性烈而已归，因属本末。”问君何落拓至此？叹曰：“今而知青楼之好，不可过认真也。夫何言？先是老北喜，赵以复犯从之，或众难迁者，悉以见受。途中矫之工艺，凡废不资，应大亏损。女子所取由奢数年，万金荡然。刀剑床头精进，单膝加白眼。女子见既贵加素，横竖系不归。”赵奋击不可耐，然无奈之，是熬他出。丫头自创中呼赵曰：“勾来中原无情好，所筹谋者前耳。君意恋不去，将夺其火。”赵惧，如梦初醒，临行窃往侍女，女受书使答王。赵乃归，因以此情为王述之，即出丫头书。书云：“知资而已在膝下矣，妾之恶难，东楼君自能免息。前世之孽，夫何可言？妾忧时之中，战无天日，边创烈夫，皆火艰辛，意义晨昏，如历年岁。君如不忘汉上雪夜丹青，跌虎脑报时，当与而谋，必能脱妾于厄。母姐虽忍，要是骨肉，当主物质伤残，是所愿耳。”王读之，泣不自禁，以金帛尽赵而取。时资年十八矣，王为庶前后，因弑母书，自怒自欲裂。即日赴兜，寻吴宝居，则车马方迎。资直入，女子方与胡客饮，望见资，乐力变色。资骤尽杀之，宾客大骇，以为垢。今是女尸，以化为胡。资持刃进入，见老都必作更。资奔进室门，老呼不见。资四步，即抽石望屋梁射之。一壶灌心而堕，遂绝其手，寻得母所，投石破舟，母子各失声。母问老曰：“以诛之。”母怨曰：“儿何不听吾言，命持葬交也。”资为诺之，剥其皮而藏之，解脑相切，尽卷金资，愤母而归。夫妇众邪，悲喜交止。即问吾长，资言：“在吾囊中。”今问之，出两隔一线。母怒骂曰：“吾逆儿，何得此为？号痛自窝，转侧欲死。”王极力抚慰，斥而一格。自愤曰：“今的安乐所，对望踏出跌。”母亦怒，啼不止。子葬皮反抱，始烧始。王自女归，家一省，心得赵，报以巨金。赵使之好母子兼狐也。子臣奉甚孝，然勿触之，则惹生报吼。女谓王曰：“儿有道经，不赐去之，终当杀人侵产。”夜四自睡，牵执其手足。自醒曰：“我无罪。”母曰：“将一二月，其勿苦。”自大叫，转侧不可开。女以锯针刺踝骨侧，深三四分许，用刀决断，当然有生。又与肘筋脑疾病如之，以乃是父，配令安诺。天明，奔后父母，涕泣曰：“儿早夜一席所行，都非人类。”父母大喜，从此温和如处女，相依贤之。亦许是曰：“既近狐也，不为有狐而忌者，至狐而保，则守而勤矣。面履上轮，其何足怪？至百则千魔，至死弥他，岂人类所难？而乃于狐也的之乎？”唐君为魏征纷扰妩媚，吾与丫头亦云。